你之前是跟陈江老师认识的，不认识。当初知道要跟他合作的时候，第一反应是什么？没有反应。第一反应挺好的。然后这是很多网友说陈江签过的帅哥，比自己这辈子见过的帅哥还要多。作为跟他合作的成功，你有什么想说？想说什么？那当然是替他开心了。